王有道离家赴考，亡妻孟月华归宁，途中遇雨，避于玉杯亭，又来一秀才柳生春，立亭外，通宵未交一语，雨止而去。月华赶其手里归告王妹淑英，王有道势必返家，淑英告知王心仪，愤而休妻。众事后于同门参谒房师申松，期间方知玉杯亭避雨一事真相，即归月华家向妻请罪，言归于好。史一红饰演孟月华，李君饰演王有道，杨洋饰演王淑英，金喜全饰演柳生春，于伟饰演孟德禄，徐建中饰演孟明石，王杰文饰演孟夫人，余辉饰演申松，司古金正明，操琴陈磊。莫穿天而夜，这金呢坏，不让钱呢钱。今世事身负寒，文章满腹不为官，月中丹桂相盼矣，今天鳌头独占峨难，王有道这动人也，几句进化娶妻孟氏月华，十分的贤德，小妹淑英年方18岁，尚未许子，今当贾成科赴会之期，不免将娘子贤妹还将迟来，知府门户之事，我好日常。啊，娘子贤妹快来，来了。
子，请坐。请坐。哥哥，贤妹少礼，一旁坐下。陈科回事之期，将你们还去知府门户之事，我好日常。恭喜官人，尽快日常，必定高中了。但愿如此。我说哥哥，家里备的有酒，何不与哥哥尽兴呢？多谢娘子贤妹，这次带路把账，有劳娘子。
求了孟家庄，忙往前进。不觉得来到了他的家门，用手儿推一推孟儿进的。开门来！哟，是谁在叫门呐？Bye.
兴奋。倘若你我二老下世有女儿女婿娶到坟前烧钱化纸，你又何必忧虑呀？爹娘放心，倘二老百年之后女儿自当尽心尽意。小刀的女儿。是啊，孝顺的女儿。哎，我说袁二爷，您尽管放心。您二老下世之后啊，这上坟烧纸的事儿还有我得路呢。哦，不过您得把这房子留给我啊。不像话呀。啊，爹娘，烧坟一毕，女儿要回去了。啊，刚刚回来怎么又要回去呀？是啊，你日久未曾回家，还是多置上几日才好啊。爹娘有所不知，你女婿日常会事去了，家中只有小姑娘一人，女儿必须赶回才好。这也难怪。德禄，有外面古城车轿送你姑娘回去。哎呦，我说袁老爷，您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今天乃是清明佳节，又不是咱们一家上坟，那推车的抬轿的也上坟去了，您到我上哪儿雇车雇轿去呀？是啊，我有车辆也是忘了。既然无轿，就叫德禄送我回去吧。好，德禄，送你家姑娘回去。怎么要送她回去？是啊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那咱们走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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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肚子疼，哎呦，疼死我了。受了风寒，到后面走动走动去吧。
快快赶他回来。慢来慢来，不要赶他，叫他去吧。看起来杨女儿总是玩游戏，好好的上分会口舌不明，thank you.
不想庭中先有一妇人在内，男女工作不便，待我走去。哎呀，不好！方才看着妇人孤身一人，我若走去，倘若来了不端之人，哪还了得？有了，不念在亭外廊下暂避一时，待雨过天晴再走便了。
三分一米就要回来，爹娘苦苦想留，是我暗地逃走，行至中途风雨大作。不错，昨晚上是下雨来着，那您就该找个地方躲避躲避才是啊。即在预备厅避雨。
问卷，要到后面歇息歇息。对了，您到后边歇会儿吧。想起昨夜，令人提心吊胆。可不是嘛，连我们听着都怪害怕的呢。真是一笑风雨枕心天，微坐悲天不甘眠，心欲重生留下悔。哎，嫂子，我再给你贴上一句吧，天公配合巧姻缘。不是，曾生病，但不知为了何事忽然有病啊。哥哥你有所不知，只因我嫂子回娘家上坟祭祖，回来途中遇着大雨倾盆，受了风寒，故而倒卧在床。哦，你嫂嫂回家祭祖，归途路中偶遇大雨倾盆，你嫂嫂就该寻你所在躲避才是，何必要冒雨而归，成什么样儿啊？我嫂子倒是找了个地方避雨来着，就是那个御碑亭。御碑亭。
做碧玉的所在呀。嗯，好不是，可谁想啊，他将近庭中又来了一个年少的书生。啊，又来了一个少年的书生。是啊，你嫂嫂就该走了出去呀。哎呦，我说哥哥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，深更半夜的，那雨是越下越大呀，你让我嫂子她可往哪儿躲呀。这个说的是啊，啊妹子，那后来呢？嗯，哥哥呀，哎呀，此事暗昧不明，有什么凭据呀？啊，我嫂子还吟诗一首呢。哦，吟诗一首。是啊。你还记得？啊，我还记得呢。快快念与我听。让我想想啊。啊，一宵风雨正先天，微坐悲亭不敢言，幸遇重生柳下惠。哪一句？天公配合巧姻缘。哥哥，我说的好不好啊？呸！今年都有我火烧两个兵，做此事与奶奶表明情。我们当到后面将他中了，此事若吵闹起来，被邻居们知晓，我的颜面何存啊！哎呀，这！有了，我不免写下休书一封，将这贱人还将出来。就是他爹娘身染重病，以此为凭，将他休回娘家，也免得我王有道吃臭啊。苍头快来。来了。有何吩咐？去到大街之上雇一车辆，将你家主母送回孟家庄。遵命。快去快去。贤妹呀，我想此事加以你妻，才惹出这场是非来了。想你为女儿家的，当讲则讲，不当讲不要胡言乱语。从今往后，你要贤侍少管才是我的好妹子。嗯，
早知道您这脾气，我就不告诉您了。事已至此，不要说了，快将笔墨端正。哎，秀奎人啊爷。小厮得路，慌慌张张，
言道：“员外夫人因你不辞而别，二老吵闹起来，甚然中毕，你快快回去劝解他二老才是啊。”“对，陆金在何处？”“这个，我叫他回去解劝去了，有命苍头雇来车辆送你回孟家庄，你快快回去安慰他二老才是啊。”“哎呀，爹娘，这是哪里说起呀？”“这是女儿少心啊，钱钞，钱钞，钱钞。
兄弟，哎，到地儿了，到地儿了，咱们呢，吆喝吆喝，吆喝吆喝。嘿，报路的来喽，报喜的来喽，报路的来喽，报喜的来喽。报，啊，做什么的？我们是报路的。哦，报的是哪一家呢？王友道王老爷。什么？王友道？哎，王友道王老爷。他中了吗？他中了。哎呀，就是你老爷我啊！哦，就是王老爷。快快进来，快快进来！哎呀呀，我中的！哎呀，哎呀，给老爷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有保单吗？哎，有，拿来我看。是。这保贵府王大老爷名有道，奉旨会试。贾成科崔中第二名进士，喜报连儿传。哎呦，我中了，我中了啊！喂，您这怎么了？哎，我中了啊！您中了？我这中了。哎呀，贴在门首。哎，是。哎。哎，再给老爷贺喜。去了去了，没什么说的，跟您要俩喜钱儿。哎呀，喜钱今日不便，改日多赏。哎，对啊，好好好，那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兄弟，这也没办法，老爷这两天身上不方便啊。正是吗？走吧。哎，正是，暂离三寸地，改日讨钱昌。走，哎，走了。待我告知小妹知道，打定这事便了。老居士来寒窗苦，苍天不负读书人。天立下，国圣贤，
并坐亭台夜眠，七尺之条难逃完，任凭铠甲无别言。望有道休弃孟月华，永断丝罗。啊呀啊，乃是一封休诗啊。待儿看来，女儿心来，
我把你这十袋子日后在大街之上捧着老娘，我是定不与你干休，我是定不与你干休。好儿啊，就在家中之下，我那郭老爷日后回心转意也未可知呀。二人带领女儿下面歇息去吧。儿啊，下面歇息去吧。这是哪里说起呀？皇恩浩荡，济空军。齐大人辛苦进吃进见，有请有请。小点子啊，这小心心的。昨日暗串谁问心，今朝显贵便知矣。敖恩师上闷声打理苍鹅板，执行常理谢恩师，讨你们前心事香，剑马之恩日月长，心系你等与皇邦，定服皇家错动额量，看得错。老恩师在上，闷声等，理当失礼。华长请坐。闷声大我祖，我看四位贤妻音标卓越，抱负不凡，尽是太国之品。船长老恩师提拔，那位是刘贤妻？学生刘山春，刘贤妻，老师，看你眉清目秀，才华出众，只是试卷之中字迹潦草，确实违和。哦，启禀老恩师，门生应试之前曾到郊外拜祭先祖，归途大雨淋漓，无处躲避，曾在御碑亭避雨。不想亭中先有一妇人在内，我想男女工作不便，
正欲走去，猛然想起，倘若来了不端之人，哪还了得？因此在亭外廊下站立一下，我二人虽然共度一夜，未交一言，但雨过天晴，方好进城，耽误了考期，望老恩师两情。暗室之中不欺民杰，淫志大义，贤妻真乃君子也。老恩师夸奖了。啊，刘年兄，年兄，你也曾在御碑亭内避过雨吗？是啊，曾在御碑亭避过雨啊。请问年兄，那亭内可先有一妇人在内呀？不错，正是先有一妇人在内。先有一妇人在内啊，请问年兄，年兄，你可曾问过那夫人的名姓啊？哟，方才对老恩师言过，我二人共度一夜，未交一言，怎能知道他的姓氏啊？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与那夫人未曾交言，未曾交言，实未交言，实未交言呐、啊！哎呀，年兄啊！哎呀，老恩师啊！哎呀，实不相瞒，那亭内的夫人不是别人呐、啊，是哪一个？乃是门生的什么啊？贱诺呀！哦，原来就是林振呐、啊嗯！原来是年嫂，小弟不知失敬了。哎呀，岂敢岂敢！哎呀，年兄啊！年兄！哎呀，老恩师啊！门生回得家去，听信小妹一面之词，已莫须有三字，竟将他怎么样啊？休弃了。恩师啊，门生一时心多蠢，不该弃弃婚哪一贤妻差役，是听刘贤妻之言，林振乃是陈人烈女，今去被休妻，林人为之算毕，就该将林振接了回来才是啊！门生遵命。年兄正在得意之时，不该抛弃糟蹋，待我等同是贵妇，应谢年嫂。多谢年兄啊，年兄啊，年兄，少时到了贵妇，你还少不得要负荆请罪呀。哎呀，那我自然。好，穷林掩蔽，你等同去迎接便是。门生告我退。金榜上
看是谁凉是谁不凉。听说王有道得了重了，我们员外安人把小姐也给接回来了。有嘞，我呀在这儿等着他，等他过来我拿话损损他，替我们小姐出出这口子闷气。哟，说着说着来了。琴瑟是条乖离，汉朝宋魂是那哪人？参见姑老爷。德禄来了。来了。员外夫人呢？来了。你家小姐呢？小姐也来了。哎呀呀，来了你好啊。来了可是来了，这回你可别再把它给休了啊。护士，快快有请。有请啦。在此则是哪？这我在这儿伺候我们小姐呀。哦，你在此侍奉你家小姐。哎，对了，不用啊。这不用。嗯，不用，我这待着怕什么的呢？嗯，啊，啊，哎，我这待着没事。啊，啊，德禄，哎，拜相有人还你。谁啊？啊，在这里。谁叫你？在这里，滚了出去！把我轰出来了，轰出来我也不走，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。王有道的不是，喏喏喏，我这厢赔礼了。啊，娘子，
千不是万不是，俱是我王有道理不是。诺诺诺，我这厢有我理。啊，娘子，我这厢跪下了。老爷，这儿有块垫子，滚了下去。哎，我这厢跪下了。我孟月华好命苦。啊，娘子，只是我王有道一人不好啊。同席后堂北宴，一同饮了醉。